左边是我们 PP 胶的材质，右边是我们 KT 泡沫板的材质。 KT 泡沫板的材质厚5毫米， PP 胶的材质呢是一张海报， KT 泡沫板的材质是一块面板。两种材质我们都是做的防水设计，如果沾上水了，我们可以用纸巾擦拭或者是毛巾擦拭即可再次使用。 PP 胶的材质我们把透明的膜撕开即可张贴了。 KT 泡沫板的材质我们采用的是双面胶，把双面胶的另一头撕开即可张贴。